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江苏常州为大家介绍2008年李宁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进行的是半决赛，大家接下来将要看到的是女双的一场半决赛，由中国队的程舒、赵云蕾迎战一对这个跨国组合，德国的格雷瑟和加拿大的李德相配对进行的一场比赛。这次中国大师赛是2008年世界羽联的超级系列赛之中的一战，超级系列赛一共是有12站。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双的晋级图，四强是泰国和中国澳门的一对选手。中国澳门这对选手张丹张之博呢，在前些年也是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现在是到澳门代表澳门队参赛。在下半区是程舒、赵云蕾迎战格雷瑟和李德。奥运冠军杜静和于洋在上半区是失利，输给了泰国选手。好，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是程舒和赵云蕾，现在准备发球的身材稍微矮一点的是赵云蕾，身材高大的是程舒。发球防守漂亮，转身反攻，现在程舒在后场进攻，赵云蕾在往前封网，自己跟上压网出球得分。程舒呢，他的进攻威胁比较大。中国这对组合是一对年轻的选手，中国队的两个教练，两位教练是田秉义和张军。张军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已经正式成为中国队女双组的教练员。程舒的进攻还是让对手防守非常吃力，连续两个得分都是通过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球又是在头顶点杀斜线，李德球没有防住，对方的球速来得太快。停抽，然后赵云蕾在抽直线的时候正手出界。这次女双比赛呢，中国队的一些老队员组合都没有参赛。李德回球调底线出界。裁判呢是刚才提醒程舒，在对方回球之后不要做出界或者没有出界的动作，这种手势是干扰裁判和对方。我的反击漂亮，这条手转攻还是轮转的非常快。程舒和赵云蕾两个人，赵云蕾马上来到了网前封网成功。刚才球发的还是比较高，不过李德也没有抓住机会。现在先控制对方的底线，李德连续杀球，中国队防守很稳健，分到对角线出现反击机会，赵云蕾劈掉，然后连续利用劈掉。现在两个人寻找机会轮转，非常成功。程舒和赵云蕾这对组合从这几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这是一对中国队女双年轻组合里面比较固定的搭档。尽管可能在
国际比赛里面大家看到他们比较少，但是全国比赛当中他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而且进步比较快啊，在最近一些小的一些世界羽联比赛当中他们也参赛，在一起合作的时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年限，所以在前面的这几分可以明显看到他们两人的轮转非常熟练，因为他们很明显是成熟在后场进攻，他的威胁会更大，然后再利用赵云磊在往前的封网，他们可以很熟练的利用轮转，总是形成成熟在后场赵云磊在前场的这种有利的站位形式。其实格雷瑟和李德这一对组合打进这个半决赛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抽签的因素，因为他们其实一场都没有打，因为他们抽到第一轮也是轮空，那么本来第二轮应该是碰魏一丽和张亚文，但是我们介绍了中国队的一些老队员都没有参赛，对魏一丽、张亚文这一次也没有参赛，是弃权，这样格雷瑟和李德这样等于一场都没有打就打进了四强。连续杀两拍，球线路杀得比较长，对方防守站位比较靠后，滑板掉直线，对方防守的人上不来了。成熟的这个进攻，像从前面的半局来看，给格雷瑟和李德的威胁是相当大的，而且他们的防守反击非常成功，控制对方两底线，把后场这个人给拉开，然后就出现机会，然后挡网再反击，这个环节抓得非常好。这球对方连续打成熟和赵云磊两个人的结合部，造成回球出界，造成中国队的失误。现在李德发球，成熟接发球，11-3，成熟赵云磊领先，进入了第一局的间歇。今天进行的是2008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半决赛，在前面已经结束了几场比赛，女单的决赛名额都已经出来了。代表中国香港队出战的周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她是战胜了印度的尼维尔，尼维尔是打进了奥运会女单八强的一个队员，2-0取胜。另外，中国队的王琳战胜了自己的队友王怡涵，比分是2-1，让王琳也进入了决赛。这样，明天的决赛就将是周密和王琳争夺女单的冠军。另外，男双结束了一场比赛，就奥运冠军马奇斯基多和亨德拉塞蒂亚万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古纳万和李亚迪，让他们率先打入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女双半决赛第一场，另外一场半决赛是泰国选手，泰国的一对组合迎战张丹张之博，张丹张之博这次是现在是代表中国澳门参赛，而这位选手过去也是国家队的选手。中国的很多女双选手呢，在这种网前的连贯意识特别好，像刚才这一块赵云磊也体现出了这个特点，推完对方的直线之后马上再封，对，在头顶封，就是对方的过渡球
如果是弧线比较平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封住了，马上就形成了得分机会。就这一拍一拍之间的连贯特别好，这种连贯意识特别好。这球成熟的防守出球质量不高，是一个半场球。连续杀，放网。这段里德和格雷瑟两个人的防守还是防得比较稳健，连续把球顶到底线，多拍，连续进攻。格雷瑟杀球，杀了一个中路。他利用杀掉结合，赵云磊在这个防守当中没有防住。13-8，成熟发球，格雷瑟接发球，然后擦网之后没有禁区。听说在另外一边的场地是结束了一场混双的半决赛争夺，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诺瓦和纳希尔战胜了自己的队友李加尔和玛丽莎，率先进入决赛。印尼在混双上这次是进行了一些调整，诺瓦和纳希尔这一队不变，但是玛丽莎和林佩雷是拆开，分别再和年轻的其他队员再来组合搭档。这球判发球过手为例。中国队在发球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失误。这个球动作比较逼真，格雷瑟这个球还动作挺逼真的，突然滑板掉一个往前中路。他是一个单双打兼顾的球员，国外呢很多特别是欧洲打球的人不多所以很多选手特别是女选手都是单双打要兼顾因为他们如果单打的不打双打，那双打可能就凑不齐人了。这段格雷瑟和里德两个人对于防
成熟的进攻已经比较适应，那成熟在进攻的时候要想些办法改变一下这个节奏。使得反击是杀球滚网而过，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比赛的心态呢比较轻松一些。首发后场成功。No pressure on the line, just set. No, no, it's okay. No. Play, play. Play.抢到了一块没球、啊、好在这个球是跳过去之后对方没有人防守。双方都是打到对方的结合部、看起来还是打到结合部的时候两个人抢的情况要比两个人让肯定要好得多，哪怕两人抢到一块起码这个球能回过去，两个人一让这个球就落地。现在程叔和赵云磊获得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扑，连续扑，好球，21-13，程叔和赵云磊胜了第一局，1-0领先。这局比赛很显然是在一开局的时候程叔和赵云磊进入状态很快，他们场上速度压住的对手，打了一个9-1，然后这样奠定了开局一个很大的优势，最终是取胜。最后21-13呢，其实也就是赢的这8分。到后面呢，特别是对程叔的进攻，格雷瑟和李德已经就能够防住了。一开始因为像程叔这样高大的女双选手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在中国队啊，他这个一开场的几个进攻确实打的对手有一些措手不及。本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是在江苏常州来进行，从2005年到2003年这个赛事已经举办了3届，都是在四川成都啊，今年是改到了江苏常州。为了能够举办好这次比赛呢，这个赛事组委会方面也是特地还到北京啊考察观摩了奥运会，所以在回来主办这个比赛的时候、啊、除了比赛的场馆我们感觉它的场馆、啊、设计的非常的先进啊，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设计就是比较接近于北京奥运会那种场馆，它两面都是有出口的，这样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个大型比赛举办的时候但是过去呢很多体育馆在建设的时候都会忽略这一点。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志愿者的服务，还有停车场的这种还有现场的广播都是向北京奥运会学来了不少组织比赛的这个专业的经验。Service over. One love.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奥运会之后国内的比赛还没有完全都起来开始举办起来通过这次比赛我们看到北京奥运会对于国内的体育竞赛组织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拉动作用
能够把它的效应辐射到国内其他地方的组织的一些比赛上面来，使整个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国际化。这次比赛呢，也是得到了像李宁公司的大力赞助，获得了冠名的赞助。另外，它的推广单位呢，也是推广的非常成功。一个是北京孟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个常州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世界羽毛球、世界羽联十二站超级系列赛之一，中国大师赛和中国公开赛是两站都是在中国羽协来举办的比赛。今年一个是在江苏常州，一个在上海。这次比赛尽管由于奥运会刚刚结束，有一些名将没有参加，但是从整个赛事组织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非常成功，特别是非常专业，就是给人感觉程叔在比赛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行为，就被裁判看了这个黄牌，给了一张黄牌。因为在发球当中总是有一些时间上的延误或者干扰。算是杀大队的脚。张云磊这个杀球线路出乎对方意料，打得比较突然，对方没有防住，挡网没有过。球抓住机会，往前扑杀，6-2。高顿杀直线出界，球拍的角度还是向里转的不够。格雷瑟发球，赵云磊接发球，现在还是程叔赵云磊攻的比较多，进攻的机会比较多，而对方这一段的防守又是比较薄弱。11-3，程叔赵云磊领先，进入第二局的间歇。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格雷瑟和李德是一对跨国组合，格雷瑟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李德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他们打这次打进四强还是这个因为他们的对手都没参加，他们前面实际上没有打比赛，一场都没打，但是他们抽签碰到的选手呢都弃权了，这样就进入了四强。因为双打比赛是打16位单淘汰，打两轮就进入四强。不过在比赛里边看到他们和训练有素的中国女双，尽管程舒赵云蕾是一对年轻的女双组合，他们两个人的年龄都是在88、89年这个范围，现在也就是20岁出头。像程舒，我记得她应该是89年的选手，她今年还只有19岁。尽管是面对中国的年轻的女双，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欧美球员除了像丹麦、英格兰这样的强队之外，大多数国家的羽毛球，特别女队呢，他们还是打球的人比较少。整个的训练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欧美的女队和亚洲的差距显得更大一些。就要求质量太高，杀得非常靠近边线。这个球程舒补救的不错，补了空当。寻找机会轮转，好球！哎呦，放网的时候太着急了。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进行今天的男子单打的一场半决赛，由鲍春来迎战印度尼西亚的索尼。男单的第二场半决赛是在陈金和李玉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队的选手。挡网，李德的位置过于靠后，跑上来救这个球，起球点太低了，要把球打出来界外。15-6，程舒发球，李德接发球。李德对对方的对程舒的这个发球呢，还是有一些疑问，认为对发球有过腰的这个嫌疑。Service over 7-15 ladies。
you.杀完之后没有重心，还没来得及还原。中国队主动进攻，护板转换，这个球比较靠近边线，程叔判断失误，球还是在界内。格雷瑟这个球挑得很好，挑的位置非常合适。18-8。19-8。传球到第二局之后，还是程叔赵云磊优势明显，场上双方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李德和格雷瑟的这个对中国队的发球非常不适应，所以刚才也是连续向两位裁判，一个主裁判，一个发球裁判，去提出自己的疑问。尤其是李德认为中国队发球的时候是活腰比较明显。球出了边线，中国队获得长点。赵云磊发球。下大对角。将球扑死。21-8。程叔和赵云磊在比赛当中2-0获胜，这样他们打进了女子双打的决赛。Match won by 赵云磊、程叔 21-13, 21-8. 他们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代表中国澳门队的张丹和张之博，与泰国队一对组合之间的胜者。等一会儿呢，将是男子单打半决赛，中国队的鲍春来和印度尼西亚队的索尼之间的比赛。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回到江苏常州的比赛现场。